真正不是一直怀疑有另外一个家风存在，我今麦是问大家，正月下落是安怎？想到雄雄交公子的人是要创啥？正月就是接到对方电话，对方表明讲，伊才是真正罗家峰，正月才去赴约的。今麦是伫讲啥？真正的罗家峰？啊，那呢我是谁啊？伊安尼凊彩讲伊就凊彩相信啦，啊，就走去洪高亚外家的见面，我到底算啥？ 洪高亚娃，阿伯唔是有甲你讲，正月去的迄个山区，敢讲你袂记迄个所在？山区，看起来真正是袂记啊！安尼就奇怪啊！正月同意赴约，迄时对方要去山区，就是你甲正月进前，互陷害，做伙跋落山坎，后来为了虾米啊，派人追杀，去灭。 有错啊！这个陈中志心机是足重的，既然甲正义约伫迄个所在，真无怪，正义无过一切，走去甲伊见面啊！想要说服啦，既然袂记的，因为共同经历过这件代志。家风过去，到底经历过什么代志啊？伊无可能唔知影。 进前是伫江道生的操作之下，陈中志取代伊的位置啊。是安怎伊要替江道生稳活这件代志啊？安那，加嘴变阿嘴啊？是？迄个是你甲靖宇两个人共齐出去外，差一点仔连命拢无去安尼。嘛，就是因为迄个靖宇才恢复记忆。想起来。 你才是伊心目中相爱的迄个人，遮尔啊重要的关键时刻，你竟然完全袂记了了。是讲，即个要进入出去见面的迄个人，才是真正的罗家峰。妈，唔通我白讲话呢。 我无因迄时因为我规头壳拢伫烦恼啊，我心内伫想啊，既然正月确定有文耀讲伊要去见迄个人，文耀既然互伊孤单一人走去甲伊面对，当然伊会失踪啊，这就表示讲对方是有准备的。你敢无想过，正月即马是去赴一个别人用心设计的局？ 对方早就知影，迄个所在对我甲正宇来讲是有真大意义，伊会去迄个所在，先去江东省，用伊发誓，要让正宇中计。我当然有想过啊，不过正宇就是为了证实伊的猜测，才会去赴约的。从阮爷爷知影，就是因为你唔相信我，你还是正宇在嘛？你莫想要把所有责任哦，拢撒回阮阿兄去啦，阮瑶。 当然有要陪靖宇去啊，啊，不过伊甲伊爸爸妈妈要赶过去的路上哦，出意外，互车弄着啊，因的车互人弄安尼迷迷毛毛，三个人嘛互人送入去病院。等文瑶也搁有担当清醒了哦，因才知影靖宇无去啊啦。人文瑶为着要保护靖宇。 伊差一点仔连命都无去安尼，啊你嘞？靖宇出代志的时阵，你伫咧倒位啊？我好意思怪别人？车祸，歹势，我唔知恁拄着车祸，我规头家伫烦恼靖宇，所以才会质疑你啊。拄则所讲的话，你唔当听入心内。 无代志啦，正宇是伊上爱的人，你也真能激动，真正常。所以恁敢有去调查清楚，这件代志是不是江东先做的？那么，哪有遐尼拄好？你嘛发生意外，也过有啊。正宇发生代志时阵，感觉迄个人做伙啊，这嘛要调查清楚才会用。正宇发生意外的时阵，唔是家己一个人，伊身躯边有人。
爸，你哪会当遐尼确定警方要找的，那是靖宇一个人尔？你哪会知影，伊身躯边阁有人？因为现场有目击证人。目击证人，拄好是阮实在廖凯宏，伊拄好开车经过，又看到发生意外过程。伊讲又看到靖宇身躯边敢有一个人，啊，不过伊无得确定。啊，我今嘛警方要找到靖宇，所以廖凯宏我把这条线索提供警方。所以问题有了，靖宇应该已经跟对方见面了。后尾要离开的时阵才发生意外，啊，今嘛才会生死不明。你嘛莫怪靖宇对你起怀疑啦，啊，你的脾气比较早真正是歹真多呢。搁再讲，你最近嘛无啥要跟靖宇啊，啊哪有？参照你进前一直甲靖宇所有代志拢藏头前的这种宠妻魔人。靖宇若是发生代志，你就会随我倒转来。啊，七哥，你是安怎到即摆才出现？这敢有害你？所以，莫意思讲靖宇意外甲我关系啊。我无安尼讲，啊，不过你选择的这种时间你去出差，这难免会予人加一个心思啦。即届我走新加坡开会是较临时忘掉啊，啊，不过我是为着日月星饭店引进博弈项目，我是去办证书啊。我接到爸的讯息，伊甲我讲靖宇发生意外时阵，我当地甲新加坡金宝酒店集团的高层在开会，我嘛就烦恼，我嘛就着急的。啊，不过我敢当挑心离开。日月星饭店要引进博弈项目，这什么时阵决定的？是啊，家峰，你要把新加坡参详。我只是要替公司开一条财路，阿伯爸，所以就无先甲您讲啊。伊刚接到新加坡卡来的电话，我转来亲身飞遐，甲总裁小报告一下啊。唔只有这临时的会议，我敢袂当控制。爸，唔相信，你当拍开看卖啊。这内面就是我签到转来 MOU 的意向书啊。对方已决定要跟咱日月星合作啊。今晚等坐来。想不了，就咱开始动工啊！我嘛真正想袂到，设计靖宇这个人，竟然选择这个时间点对靖宇下手。啊，不过国内还未正式通过博弈合法相关立法，就是因为对方签的 MOU， 到时你跟我爸啊，一交场一当英文啊。对了，啊，这国内就还未立法嘞，对方那样的简单就同意。博弈早晚嘛是合法的，敢不是？疫情过了后，每一个国家拢在拼观光产业，咱国内嘛是同款啦。所以我身体日月星牵好线，参像爸一直教我教的，要做来做业界领头羊，敢不是？无拢无去啊，搁想到遐尼啊远去。阿姨，毕竟这真正罗家宝嘛是受害者。卡叔唔听讲老实话，那么无疑问。卡叔，伊若安尼继续按落去，咱是安怎？阿伯，今麦对这个家风有一份真深的亏欠，伊是无可能主动跳到伊家门口，所以今麦干咱期待阿伯有方法，会当家风良心，互伊家己心里一定个落干无得。天下父母心，这我了解啦。啊，不过这罗家峰，伊若是有啥物无好的意图，替江道成完成啥物任务，啊，那安尼，啊，咱毋是伫个身躯边饲一只毒蛇。代志应该闹到安尼啊，就算这罗家峰真正有啥物意图，我想暂时应该不敢有动作。昨昏超越有沟通电话，用江道成嘛咧关心靖宇下落。而且又假唔知影有两个家风的代志，敢讲
这罗家峰跟江道成有达成什么协议？这要等金玉跟陈忠清醒起来，才当知影。我记得迄个时阵哦，你还未读小学咧，啊，你妈妈搞住家，迄同人知啦。你妈妈哦，为着要你食较济，专工去订迄鸡鸭肉呢，要你搅饭食呢。结果你一嘴都不爱食啦，你讲伊伫咩食我煮的面疙瘩，啊无你甘愿枵巴肚？我未读国小的时阵，还是我搁伫个这间厝的时阵。爸讲的真正是我。原来我细汉时阵，阿你歹嘴刀。你不是歹嘴刀，是我煮的哦，下你的味。小龙的家风。就已经遐尼好食是无？好啦，我是伫想讲，爸你少年时阵伫拼事业，安那有时间替我煮食？当然嘛有，我的宝贝好心要食面疙瘩呢，我就算讲哦，搁较无用，啊，甲所有的代志哦，拢先放落，哦，先看转来煮面疙瘩你食，家风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啊那安尼，食到安尼流目屎啦！啊，是安怎？恐险着是无？我记得我呢胡椒粉放真少啊。无啦，这是爸做个爱心的。我觉得家风。你过去几十年来，到底是吃偌济苦啊？一碗面疙瘩，就可以安尼感动到安尼流目屎。辛苦，不辛苦啦。我爸爸爱我，了解我，是哪会辛苦？这是爸的爱心。炸便当，爸，我已经大汉啦，我真早就希望，我永远拢在爸的心目中是迄个六个囡仔。讲起呾，不管你即马几岁。永远就是我的心头吧，永远就是我上疼惜、上不甘的宝贝后生啊！爸，你讲的每一句话，对我来讲意义就大。你是我的后生。你跟我同款，心肝软，无人事。但我上要紧，咱罗家的人是亲人，一点就是咱罗家的人的优点。爸，多谢你，多谢你煮遐尼好食面给我吃。我看我今仔先去公司处理 MOU 的代志啊。真是想要相信你，你千万唔通卡步打叉呢。